欢迎来到第一届情侣杯吹牛大赛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乱乱酷，为你们介绍朱莉是杜侯代表，人称玻璃心小公主，一定要完成内心局的国民傲娇女友代表救救妹 AKA 桃园圈子仙。我下你朱莉是杜王代表，传说中千年神木屹立不倒，你给他一个吻他会问你刷牙没有的超智能代表卡尔。最终决赛到底是我们啾啾妹会赢得卡尔的心，还是木头智能卡尔可以感动啾啾妹呢？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一场吹牛大赛。发牌吧，一张三，两张 K， 宝贝，一个家是不容许两个王的，三张 Q， 不能有两个 King， 却能有三个 Queen。有那么好吗？笑死！四张 A， 不管多少 Queen， 但我一心一意对你一个人。五张 J， 抓！啾啾妹大声喊抓了，这是抓香车云霄，看到你离开是什么呢？翻牌了，果然没有五张 J， 原来木头卡尔罗盘那么明显啊！看一下你太实了吧，喂，那么不会说谎，为什么要参加独身大赛呀？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底牌？我这副金翼啊，不是隐形易经显影眼镜，是上个月西德最新产品，要价40,678元美金。卡先生，你的科技资讯太落伍了，还有你的一下太深啦，杜局好几页。现在来到我们的1-0了，如果接下来啾啾妹暂时获胜，本局的青旅杯杜王大赛冠军得主就出炉了。接下来要补的是紧接班吹牛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就是要把扑克牌变成家里的用品。这个赌局可以看出两个人了不了解彼此，可以说是很拱形的一场战争啊。你的 iPad 是我买的，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傻瓜，两台电脑，一台 Mac， 一台 Aris， 这是我业配的，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三支牙刷，你一支我一支，另外一支是上次阿慧来我们家忘记带走的，想骗我没那么容易。四只袜子，五个泡面，六双拖鞋，七条牙膏，好几列啊！看来他们对彼此的生活都很了解。可笑，三只公仔，房间五只，客厅十五只，客房三只，24双球鞋，抓！买了，杜侯舅舅妹喊抓了。我有11双鞋子，你有12双，加起来总共23双。我其他的都是高跟鞋、破凉鞋。你刚刚说的是球鞋，所以我们家没有24双球鞋，你输了。看来舅舅妹说的是真的，那么卡尔真的要被2-0剃光头了吗？搬家了，搬家了，相信我说的，女生永远是右边的 ，Girls are always right。错了，你有12双球鞋。错，明明只有11双。你的第12双在这里。那你可嘞？这是今年的结婚周年礼物。去年因为疫情我回不了台湾，你以为我不会送你结婚周年礼物？我布了这个局布了1年之久，你输得心服口服了吧？那情人节为什么没有送？情人节我忘记而已。那你现在24小时跟我在一起，怎么有时间买礼物？很简单，海棠小姐借了我一只手机，谁？我随便滑啊滑，就买到你喜欢的礼物了。哼，3岁小孩都会。什么？你是说？我是说，快把手机拿出来，因为雅虎决战双十一下单一得起，优惠通通说哈啦。